迈向健康人生，从选对鱼开始。您吃对鱼了吗？万城 MSF 饲料有限公司自2008年成立以来，致力于以先进的养殖设备与技术培育出最优质食用鱼为企业目标，得天独厚洁净无污染的天然山泉水，巨资打造斜角中央排水系统的洋灰池，独特的高速增氧机排列法，避免污染物停留在水池，国际食品认证 HACCP 级上等饲料，高科技设施自动投饵机，精心设计的离水挑鱼桶，都是 MSF 孕育健康满分鱼中极品的重要条件。畜肉不如禽肉，禽肉不如鱼肉，在讲究养生的时代，鱼肉是最理想的蛋白质来源。MSF 罗非鱼含高蛋白质、低热量、低脂肪，还有丰富的磷源、硒、烟酸、维生素 B12 等。而且 MSF 罗非鱼适合各种烹煮方式，不论煎、炸、煮、炒、蒸、烧、溜、涮、烤、焗、熏，都能保持鱼肉的鲜味与质感，使其在鱼市场上逐渐成为最受欢迎的淡水鱼。秉持着健康满分、鱼中极品的口号， MSF 养殖场时刻关注消费者的需求，不断改良，精益求精，达至健康、安全、卫生的目标，努力做好品质把关。每一次使用养殖淡水鱼，您就等于为环保减碳出一份力，地球会因为你而更美丽。自2011年起， MSF 每年都获得马来西亚中央渔业局、森美兰渔业局、雪兰莪州渔业局、彭亨州渔业局等政府部门颁发认证与表扬奖状。2015年 MSF 还获得由马来西亚水产商工会主办的第一届罗非鱼王争霸赛冠军奖。认证奖状是您信心的保障， MSF 罗非鱼是您信心的首选。坚持要更好的精神， MSF 于2009年成功培育出领先于同行的巨无霸。巨无霸的养殖期长达3年以上，它体型更大，肉质结实鲜甜，足以证明没有充足的水源和强大的设备是不可能做得到。